麦上，大岗，嗯，你吃啥呢？我在吃我们家裙带菜呢。有那么好吃吗？它比海带好吃，比海带的叶片更薄，而且更容易入味呢。我给哥姐们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家的盐渍裙带菜，这一箱是5斤，回家可以泡发出15斤，简单的用清水清洗个2-3遍，再泡发10分钟就可以直接凉拌，做汤、包饺子、炖排骨都是非常美味的。这一箱只要19.9元，还给您包邮。如果您喜欢吃，带一份回去尝尝。